今天的裁判组的成员都来自巴黎，今天的主裁判是叫纳瓦夫，这也是他今年第三次执法中韩球队之间的较量。恒大做客小组赛1-1战平全北现代，就是由他来执法的。我们没必要急着传冒险球，我们有条件传安全球、过渡球。好球，张琳芃漂亮，到了禁区里边，让过来，红有球，哇，立柱！看到这个就是小配合之间的小配合，三个人的配合。艾克森传给张琳芃，一扣，这一下精华，一让，打得很好，这就是运气，这就是运气了，偏一点点。其实恒大还要再打耐心一些，对，不用着急，对。看看穆里奇边上张琳芃已经到了，要射了，来脚也射，打得好，这个已经在他的射程范围之内了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，今天到现在为止，这我们看了这个慢镜头，这个球应该还是就跟导弹一样啊。阿尔克森也来一脚远射，好的，已经三脚射门了。这是上半场比赛恒大第一次重目标的射门。所以呢，在这种局面下呢，咱们要早进球，要抓住机会，争取早。我们还是有机会的，早开分。倒钩，漂亮！阿尔克森，就是说0-0我也能接受，0-0到最后几分钟就该你恒大害怕了。万一丢一个你就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所以呢，要这么玩的话，啊，看看里皮会不会先调整啊？对，我觉得穆里奇这还是亚洲的对手都太熟悉他了。有了，黄博文再找到了孔卡，看看前面队友跑动的情况，孔卡还是要自己来。好的，回给了穆里奇，二过一，有没有？哦，这是最好的机会啊，尤其是在60分钟以后。而且我看了恒大那么多的比赛，就是在里皮来了以后，这个队员啊没有一个抽筋的。黄博文转身以后带过了半场，还是回给走路的穆里奇。对，这也是穆里奇啊，可以自己过了。哦，还有穆里奇是肯定没越位的，传到中路，艾克森外围抬脚，漂亮。这时候如果是中国球员能够打开这个胜利之门的话，以这种比赛结束的话，那他就是民族英雄啊。来者德扬在禁区里面没办法再转身拿球了，连续的一脚传递。这时候穆里奇，好球来了，进了，漂亮，特森，有他提谁？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只要给他机会。你看到这个配合，赵旭日这脚球传的应该说还是飞。哦，是穆里奇这脚传球，停得太好。这个停得太好。这个球的精髓就在停球这一下。对，蝎子太对。我们说，就是说他这个射门啊，这下就10分的话，他停球这下占到7.5分到8分。但今天状态即便不太好，但也送出了一次关键的助攻。我更希望是能看到这种，啊，冲锋陷阵。哦，我们先看好这个球，顶了，德扬的射门扳平了。刚说完，1-1，双方都是外援建功。就是两个中卫的配合，对，稍稍出现了。就是说在这10分钟到15分钟的时候，千万不能让对方进球。但是恒大还是占据了客场进球的优势。金英权一个人盯不过来了。我可以看一下，互相撞在一块儿了。哦，我们看到郜林是应该准备出场了。先看看这球，孙强后点，有了，高球偏了。快回！对方是特别想打我们的教头反击。郜林是应该是准备出场了，因为我已经看到他了。刚才这次后边
形成了双轨拍门，只要不要越位，漂亮。穆里奇有没有挤住对方，对，把球传回来，后点赵琳，好的，球停得不错，跟进角球，王博文，郜林应该李日路在禁区里边没有，好的好的好的，漂亮，结束了，冠军恒大冠军，已经，我看到球员已经把里皮抱起来了，已经抱起来了，恒大是冠军，恒大是冠军，2013年亚冠的冠军属于恒大，属于中国，属于中国足球，太希，我们太期待这个冠军了，也太希望这个冠军了，等待了这么多长时间，捅破就从窗户纸，捅破就从窗户纸，这个也是对整个中国足球这几年来的一。